个妻子。你好，太太好，妹妹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嘴上拼命喊，两人视线却都不在对方身上，瞬间气氛尴尬到乌鸦都飞过去了。都有碰到，所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们这个每年他们议员办公室都会来。表面上相安无事，台面下两人杀红眼早已不是秘密。突然跑出了一个面店的老板，突然要跑出来要去选立法委员，钱怎么来的？报名费很贵啊，110万也无法交代哈。这个我想路人甲乙大家都很清楚。再点名声称素人参选的面店老板张洪森，就是徐巧芯暗桩。日前双方疑似都想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初选方式，互派助理压秒登记，造成第七选区参选爆炸，逼得市党部出手剔除其他四人初选资格，留下费鸿泰跟徐巧芯。但你以为这就是结束了吗？我想在这个时候说我当不分区，我去当当部长，好像我应该要去当别的，让我的票呢减少，我去，这就是标准的意图使人不当选。费鸿泰脸书在开炮徐巧芯拉票口号，说费鸿泰的资历应该入阁或当不分区立委，根本是以世代交替之名进行年龄歧视。有资历的人我们希望可以把他往上推，我在国会，他在内阁，战力加倍，战力升级，我们一起双赢，我想这是国民党都很希望看到的团结共好，我们一致对外。徐巧芯不想正面回应，毕竟费鸿泰打算申诉考纪会。我都尊重服务人群，当然要高兴，每天愁眉苦脸你自己也不高兴。不管是暗桩打群架或是世代年龄歧视，其实都只是松信战火的开幕序曲。继续文家线刘婷、阿贵、小麦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尽好新闻。